中美三次交手之后，岛内的名嘴发现，在第一岛链内，解放军已无对手。就在上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中美两军至少进行了三次交手。先是美国空军接连派出侦察机，试图对我国的近海区域进行抵近侦察；再就是美国海军的“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试图非法闯入西沙。 被我们警告驱离了。这几个回合下来，美军的战机和战舰非但没有占据上风，反倒是成了解放军展现军力的垫脚石，让一些旁观者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其中就比方说台湾地区的名嘴郭正亮，在他看来，解放军入侵在第一岛链内是真的没有对手了，就算美军航母来了也没有用。单就郭正亮如今对第一岛链的看法而言。 这肯定是件好事。台独分子赖清德马上就要正式上任了，到时候两岸形势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而郭正亮的这番言论，说不定能对岛内那些依美谋独的人形成有力震慑。但是，解放军如今在第一岛链内究竟还有没有对手？这个观点，我们还是要客观来看待，不能因为郭正亮一句话就忽略一些现实。 解放军如今已经突破第一岛链的限制，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十年前开始，中国海军的训练范围就突破了第一岛链。之后呢，我们不止一次前往阿留申群岛海域以及阿拉斯加半岛近海区域进行巡航。要知道，这可是实实在在,在的跑到美国家门口晃悠。所以呢，第一岛链对我们的行动确实是无法造成什么障碍。 但是呢，要说没有对手的话，那就是太过于绝对了。毕竟两岸如今还没有彻底实现统一，而位于第一岛链之内的这些国家，大部分是美国人口中的盟友，都有美军基地存在。和平时候还好说，美国人顶多用这些基地当个跳板，时不时的派出战机、战舰来骚扰一下我们。可是呢，战士就不一样了。 一旦台海局势爆发直接的冲突，敌人必然会用战机或者陆基和海基导弹，在海峡这些出路地方直接对我们的海上舰队发起攻击。说白了，我们在第一岛链内距离没有对手，还差一个在战时都可以随时出路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台湾本岛。总体而言，在中国海军获得喷井式发展之后。 第一岛链对我们的威胁程度基本上每年都有下降，解放军早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进出了。但是呢，如果想实现国铮亮口中的美军航母来了也没有用，那我们还要尽早实现两岸统一，这才是我们实现没有对手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重要一步。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咱们再见。